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宁。昨天晚上我和傻狗，我们两个凌晨一点钟了，然后扎营扎在这里，可以说扎营吧。然后给大家看看可可西里的风光。呀，你今天终于愿意吃狗粮了。傻狗就是除了狗粮不吃，其他啥都吃。然后把昨天他一屁股坐烂的鸡蛋，全部给他放在碗里面等他吃吧。我就还没有说放在碗里，你就想吃了。就剩下这么一口饼了，可以吃了。来嘛，剩下的最后一口饼给他吃了，还有十个鸡蛋，我摊个鸡蛋饼吃吧。哇，给大家看一下，一边做饭还一边还能看到火车，哎，我真服了。我刚才去拿馒头，然后这个不要脸的，你的生鸡蛋你不吃，你跑来吃我的蛋炒啊，炒蛋，然后最好把面上的这一层给它放在碗里面。为什么要如此待我？不好意思，看到我特别憔悴。肯定是高海拔的原因，所以蛋炒成了这样子。来，